只要去看交易群看账号价钱就玩得下去。我、哦、这游戏真的是价格崩到一个不行。我觉得官方自己哦也要负一点责任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金装，一把金五4000钻，还有2000钻的、1000钻的，变得没有价值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抢王，好像也没那么有意义了，因为掉的东西，你炼金就拿得到了，或者是你花个几千钻就买得到了。我以为这游戏被你抛弃了，没有，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这个厂商买的次数太少了，所以导致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很少开 Heat 2，包括今天这一次也不是官方买的，这次是我自己开的，因为我觉得太久没开了啦，开一下吧。但 Heat 2还是没有放啊，算停课吗？就是只买挑着买吧，礼包挑着买，娃娃礼包基本上没买了，而且这个 Heat 2的礼包越来越多东西，包括官方一直送。感觉现在花钱没有以前那种感觉，就是可以拉开差距的那种感觉，就感觉现在大家机体都很强，因为官方送太多东西了。就要等台韩大战吧，现在没局啊。你知道我现在身上的抽卡、啊、都是官方送的吗？这些都是送的，官方送到我的包包都满到一个不行。然后我跟你们讲超夸张，我这一支最近的三次 TJ 哦，三中三，首先是娃娃 TJ 先中嘛，对，补满局娃。然后后面那一张娃娃 TJ 又中、啊、但是因为已经满了嘛，所以这个多一只，这个不知道到时候出新的能不能转。然后橘变 TJ 又中，补了卢卡斯，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没开台之后那个运气突然起飞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齁放宽心啊，运气就来了，你越有那个执念啊，他越不给你了。这游戏人有变少肯定啊，因为很多人都跑去玩新游戏啊，因为最近太多了啦，肯定是会分掉一些人嘛，正常。只要去看交易群看账号价钱就玩得下去。我、哦、这游戏真的是价格崩到一个不行。我觉得官方自己哦也要负一点责任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金装，一把金五4000钻，还有2000钻的、1000钻的，变得没有价值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抢王，好像也没那么有意义了，因为掉的东西，你炼金就拿得到了，或者是你花个几千钻就买得到了。当初一度的物价也不能说牛逼，但是也是蛮贵的。哦，我就跟你们讲，这个游戏放宽心，运气自然就来了。当初在那边抽金斗魂，抽的要死要活的，我今天上来清个包包就中了。现在是回归 Heat 2的好时间，我觉得算是哦，账号超便宜。而且我认为 Heat 2它其实是好玩的啦，它真的是我玩过那么多 NO 比起来，我真的觉得它算好玩的。然后年终会开台湾大战嘛。但我就觉得韩国应该打不太赢台湾吧，人数有差。今天有续号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可能要等到回国之后才能那个的啊。对啊，讲到续号，那个实况主赞助码哦 ，HSU 锦1611支持一下哦。这个还有在持续播这个 Heat 2的，应该没几个啊。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是去绑那个自动续号机器人的、啊，但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哈，其实有点失去这个，有点招晶体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意义，就大家当初弄这个。实况组赞助码是让大家支持自己支持的实况组，那结果现在大家为了方便都去绑那个自动续号机器人，导致这个认真在玩的主播靠北、啊、还比那些有绑自动续号机器人的还少，就是有点招晶体了。保底，怎么是卡池？尴尬了，卡池补不补？补的话就没局变了，我感觉不能补哎、欸，因为我想要拿局变，我觉得不行，不能拿，要拿局变。好，合成之前先来点，先点斗枪零阶的，蹦蹦起啦，再一张，点不爆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再一张，爆啊！女神血啊，先点个头，先点个头，过啊！你娘嘞，临接的就给我，你娘，临接的一直过，真的要过了都不过。那个鞋子跟我有仇、欸，那鞋子永远都点不过。那鞋子已经爆好几双了、欸，然后 TJ 回来又爆，永远点不上去、欸，超邪门的啦。还失败，
保底啦、啊！给我狮子，给我狮子，耶斯托兰，耶斯托兰，是你吗？干，这谁？新的战士哈伊凯，劲爆、啊！这只要拿吗？我目前看起来啊，我认为比较强的应该是这一只。哦，好多卡池，拉科也超强，这要转是不是？胖胖，转好，4000转转，不要重复。不可能无转啊！这一番中了拉科，或者是耶斯托兰，拉科耶斯托兰，拉科耶斯托兰，拉科这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新枪手？这只强不强啊？胖，爆伤抗性9%，爆抗8%，武器阻挡3 ，P P 攻击4，基本攻击4，减一效果命中5，远爆4%。其实钻石很多啊，转到底2选1我也是 OK 的啊，看那个胖觉得怎么样，因为胖平常开火角色，这只卡池我觉得还好，主要是因为它是枪手，就是我可以不用再变这个棒子，我可以变妹子。他说普攻比较顺嘛，普攻顺，但是那只是看起来而已啊，实质强度上他的卡池没有到很强。转号好，再来，这谁？新攻手艾克夏，抵抗6%，减一下我抵抗4%。额外衰减，基本攻击3，额外伤害4，可挡关穿6，爆4%。哦，拿不拿？不拿。好，10000，就你一句不拿，不将就了。嗯，中了吗？是你吗，拉科？妈的，长得也太像了吧！耶尔可跟拉科长一样，想骗？超像的。13000哈，真的五转了哎、欸，操！直接查看，哇，6转大师要来了 ，OMG 啊！耶斯托兰拉科2选1，替换，还好现在钻石便宜，我比较想要中拉科，我、哦、拉科真的太香了，给我萝莉，给我萝莉，碎啦，收了收了收了。这一支这个卡池啊，哇，四局变的卡池，力量的波动，猛猛猛哦！卡池真的像，又变强了一点，我直接换账号了。哎、欸，现在说不定可以打赢小咪哦。没有啊，我们这两只不论怎么样呢，都会出一只啊、哦。所以如果需要高赞账号，都可以来私讯我。满级，格挡8% ，PVP 防御6，再来换科勒卡 ，OK。减一效果抵抗8%，暴击伤害增幅9%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弄？好像差不多了哈，跟小咪打看看。来，工会基地测试一下，谁输就出掉那一只。哦，这个有玩 Hit 2的看过来啊，不管你是低盟还是有盟都可以。靠腰，我二阶金枪在 TJ， 这样不算。硬到。哎呦，小咪，好像要输了，小咪，小咪，小咪，再见了，小咪。好，现在改成出小咪这只，三星萨米拉就留着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是没有拿二阶枪哦，要不要给你上诉一次？靠腰怎样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靠北不应该给他上诉的。再上诉一次，3战2胜。没有，刚刚我没定到他哦。等一下，他拿二阶枪吗？干，他拿二阶枪作弊。我有一把二阶加7的在 TJ 里面，一阶枪不适合打架，二阶比较强。布偶猫波比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一起干那个布偶猫波比，那只是大咪，三星秘密，这是未来的红变啊，这只。哦哟，三星三蜜拉好像大于小蜜哦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来，我们一起干那个布偶猫布币，还是我们三个一起打他？3打1。
我们看一下这个布偶猫布比未来的红变的强度。哦，它远端啊，借口一大堆，滞销。哎、欸，打他！妈，借口一大堆，是不是怕输？哎、欸！哇！哇！我差点一打三啊！风爪神人想要挑战三星萨米拉，欸不对啊，怎么那么强啊？这个哎呦不一定哦，要逆转哦，逆转胜这个波比，波比现在很强欸，他可能是比较接近那个大咪那一只的机体，让你们看一下波比的强度，这个目前应该是打不赢的。哇 ，OK， 那就是那个大概是属于大咪那个等级的。那那一只真的太帅了，他那一只变身真的是，我明明礼包都跟他买一样多，结果他局变满。我还差八只，然后他满，这个就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。